建议就是把这个后面那个厨房把它砌了。高啊？嗯，反正差不多噻。那这里的扣下来扣到哪里呢？就的这个装置这个位置嘛，然后这个斜下来噻，它是有点弧度的，可能外面层的话可能就是这个位置。在那对吗？再远点就没得了，再远点就一发起噻，都在这儿下面，然后低点儿这个嘛，因为你图形比较小嘛，这样子真的行。现在是这样。不会提到很多，哎，差不多，这个位置。嗯。你看，一发起现在这儿。它有点高噶。也不高啊。就这点儿噻，你看，它的发际线长得比较下去，你看，比较上去。昨天在剃光头的跟你说，它发际线在这个位置，你看平一般都是耳垂平行过来噻，它这个位置，它是这样子，这个位置。嘴巴来过就过来了。哦，它相当下来，你看嘛，它那个。再往下都长在背上。然后后面稍微短一些，前面稍微长一些，这样子缩起过来的。嗯。反正跟你看昨天这样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嗯。用我看的时间，我就去剪几支头发就是。用得着？哦，因为你把上面那个。准备把搞太夸张了。现在干洗了。嗯，你可以，哎，它可以把剪成那种水母头，就是他家的那个，接得起。他接上面的头发，接下巴，把你接。都在那边搞太夸张。接一层，没必要。一次干洗头发。是不是？嗯，我这次不是干洗。妈，你好生享受呀！你休息了哈，我还没看你休息，哪里理发店？不是说你休息？多得很。多得很，到处理发店。到处都开。寝室上面上一盖那是不是？我们那儿有一层楼。上一盖上一层。一层楼啊。嗯。好。多得很。然后慢慢摆呢。你想嘛？想往哪家混去了？你想嘛？他们学校是。贵。嗯。贵不贵？跟班有贵的，有不贵的。几块钱。几块钱，十五块。一般都是十块吧，应该。嗯，十块，十块。我觉得干洗都省起来了。是不是？嗯。省起来，应该哪里省起来？太少。根本不要亏得起。怎么着？不，那自然不要不要，因为发的肉。剪头发，我都剪短，他都没有学嘞。这次居然一声不响的就剪回去了。说明他剪不响，说哎呀好。来，剪。让我来剪。往我这边站。往我这边站着。往哪边？往这边。往
拿起来多重量？哦，多重量？这把都装了。哦，别把那个装了就是。我怎么头发是焦的还是怎么烧的？我也
那边凉的，干了也不去睡，进不进？不进。不进去。我本来想说不的。那就是进噻。就是不进。进不进？哎，我又加了个进字。不进。二去。你见吗？啊，你看到这，你看到他们，你看到两边他就不自然。我帮你们同学打个气。标间台下面。不，你给他打气哟。标间台上面哦。这都是很好的。你看了那个，我还是不晓得里面装的是啥子。没事，你打去上一下。我想吃，我看到这个，这个一圈一圈的。他都说了是杨家的。左右，左右。不是他的头发真的。那你们咋子又不卖了呢？没搞哎。没得啥赚头。烂的头身。我不如多剪一个头发。还不是那样的。那个肯定贵些，肯定要装些噻。那个是礼盒来着嘛？礼盒装的，那头发又细又少。你夹住嘛？你不好夹嘛，就夹成两个嘛。好夹。好了，三个月下面夹起了。下面要下岗了。和姐妹的头发一样。摸一摸哈。我最后一杯，我好多都给你。对。用心去观察。给那个照片上的还少些，因为你老板你头型比他头型小些，不可能给贴的太高了。那我的头发也要少些。嗯，他而且你发的上长得比较上些，晓得吗？好。要还不摸？我再给你机会摸呀。不摸了，你不摸了，过了今天就摸不到了。不摸了，几年后就摸得到了。剪下来又摸。剪下来回去抱着摸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哪儿的？别个光是听得你这么抱着摸还动不小气些。他不晓得你说的是啥。我意思是抱着睡。还抱着睡？压到枕头下面。你想把它剪掉？你拍起噻，对呀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个剪刀，等下我们专门做完之后就买把剪刀回来，这个剪刀都要报销了。买把弯刀，我不说啥。买把弯刀，再把那个碎的，我看。你要看，我就看。我要报剪。那你也懂。我不是想到时间赶不上。你这剪的，两个头发这么少，剪起都，他都出去要打花的样子，要头发多了点别发，现在多少剪掉，好，这样子才行，好，我不要了，剪完。你头发是有点长嘞。低点长，有点长。低点长。要剃成啥颜色的？剃啥颜色？剃成红色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我说的就是啥样子？哪儿剩到上面吗？还是剃过哎？白的。咋个是这边有妆造？不是黑。俺照片我黑，不是白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你说话还真不用摸了。是只有花钱吗？还不花钱，它太贵了。
不划算。他那个猴子他都把他三个家庭都没。主要是他那个他不是泡菜太贵，是他泡菜盒子太贵。这些一般都是泡子那个，他就是泡菜盒，那个包装太贵了，泡菜自身它是不贵。我也是看到他那个盒子细细才看的，所以说花的那个上面的心思比较贵。啊，你得算，你算进，你算不进来。不然后边跑的你就行。要把你背心摸的，背心摸的就不得。你把椅子抓了我。太痒了，就太痒了。哎呀，就是，我感觉多舒服的，挺痒的，其实。他待会儿再给你提啊。多舒服，好嘛，帮我点儿再刮一次。你推了。下面两个。要得。我刮好几张了，嗯。就是你多剪几次。哦，对，他这句话说的对。虽然是剃光头，多剃几次。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就剃光头，剃多。我这小时候就是那种头型。真的。在你现在头发还是有点染的嘛？对。我以前头发是就是就像你那样子，小时候我妈就觉得我头发要染成多少多少，还剃过次光头那种。但还是有一撮那样子。我不知道，我应该是很小很小的那哈生产出头发了，像我记忆中，我头发都是比那个长些。其实小娃娃是要多剃头发，以后长大了头发好多。感觉像和婴儿一样呀，如饥如饥的。我是那种又胖啊，后面就是还比较多那种，摸起很安逸。我感觉还比他比那个老妈摸的。而且夏天那么好舒服。那边是那个再把剃了。在后面吧。当然我们应该一起同时给你提算了，我把下面那个部分提了，就是因为那个毕竟不是长时间的，它长长下面的衣服就行了。哎，到冬天就冷了，现在冬天
好，这样就好的，就这么长了。早就开始动了。那个不是，那不是我提的。你别说这个是电锯。上次把剪过，他不得啥子锤干嘞？我说那个剪这种活应该烫两下的。不用，你到时候看噻。你这个就是说，你因为你是自身比较轻的话，哪怕是他没得锤，他也不会碰。不是吧？我要去买个架子。反正短头发不管他啥子了，反正就看不看不到分叉的。有，我跟你说嘛，是太短了，你给他天天看。哇，以前我叫老飞是这个，咋的？咋的？好，咋的？他头发咋飞起来？就是以前高一的时候，那种发就是立起。嗯，立起的。你想想活呀，就行了。那就是你输钱了，赔钱了。现在活呀，这。那我还是先大概剪了出来，这样搞。哦，他刚才埋到的分，分少一点，分少一点都剪下去不好剪，但是都不好剪。嗯。好，知道分。小菜吗？哦，那小的。啊？他哈，你光看他后装，我就看不到他笑的。我哪里看到他笑的？我看到他笑话，我眼睛就有问题。眼睛，哎，到这了，哎，到这了，整个上头又给他重新修了。我的天，那个把那洗。这样剪的话，剪的一身都好很痛。平时都能接受，他妈不接受。我的名，美女姓啥子？敏呐，敏，给他解释一下的。敏就是可以。神雕侠侣上的影子，影子是美女。哦，影子平时坏的多。哦，对不起，我多不起来，那我去联系你去。他举个例子。从一的右边嘛，还有清晰。哪个？一零六来的，一的少了一半。哦。一，所谓一人那个一。阴。一人底下少了一半。我那个姓阴的，姓阴有个单名的嘛，我那个。李向杰。哦。阴向杰。他每天都早上起来。大花轿。阴向杰那个形象有问题。那是可爱型的。他那种也只能拿这个词语来形容他，不错，用可爱型的没得别的词语了。反正看来全是黑的，不是白的。好多头发。肯定。
噻。没得啥子啊。教养还变成这样子。给你爸洒水。乱套了。要不要喷点啥子？然后朋友，我现在挡到。三子。哪一个来个？那边挂的那个是挡到。在。哎，我先接着打个电话。那我就从这儿修。好啊，知道还正确。我觉得这样子加的好，多加的，就这样加。别说死道，我说姐是慢些。另外一个感觉是好的，但是他有感觉噻。他这个前面就是有长焦的。嗯，他就是细节，他有幅度噻。要不要剪七十五的给我看一下？你那不是一个照片，他剪那种七十五。剪的七十五真的是好快。我那个就是他们说的。剪这种快哇？差不多，都差不多。差不多，因为剪辑的时候，他因为他后面倒推几道，好像嘛，这几道他把推得干净，推得干净，主要你后头费时间，剪这种要相对要快一些。那他们今天来都要赶我们下午，会不推那么多？啥子不能推那么多？就是他后面。都一样的。说到他旁边就他上次一起来的人就是了哈，他特别多，那个女孩特别少，接出来那个女孩相当难看。对，这样藏起来，这样子就像里面藏了东西。想剪平头是好久哎，没剪过平头。你不是说是那种就是女士寸头，就是很短那种哎。嗯，三年级。剪平头小。高中。嗯，高一。刚刚上高中。嗯。肯定，我觉得他年纪比较小，我刚刚长得比较突出，我觉得肯定是好看，应该比较好看。一下就只说了一句话，好丑啊！他看我的照片，我大头贴。那大头贴都是长长了的，比那个刚刚剪出来长些了。他就给我试一试。好。那个都长长多多，后面还，后面都起了颈子下面。明天他们把这要给我们多顶两面，我们要坐起。
哦，你这样我看不出来，我看得出来红眼的嘛，你都看不出来。我妈换个花心，肯定多引人注意。不，那你坐他的后头，你把他后面头发给他捞起来，然后就坐这。那肯定。里面打个广告去，后面打起。打不起我，打得出来。打得起。打得起，你往上面咋打得起？只有这样，最终往上咋？哦，俺好吓人哦。那我就说嘛，就是这吓的样子。但我觉得没啥子啊。我就还是有啥。明年开学的时候，我头发应该就可以再换个发型。可是我的头发长得长不够，我担心。我还不是后面前两次是经常就洗那个。用不着啊，你这个，你这个，你这个就用不着。它后面长长了。它长长了，它会洗完。要修一下，自己剪，我剪到了。哦。我好担心，要不我不回去了吧？那就不如剪光头儿。剪光头儿，我们去再去，我也回去，只是成成才成成。不，装装。你剃成光头儿然后喽。算吧，那我把假发戴起，他看不出来。你这不，我妈天生假的时候，不是，当你睡觉的时候，假发掉，你妈吹风进来，哦，直接吓晕，然后。更无法解释。我妈，我怕我爸。我怕。那你妈说，我都没去过，现在去了。那就是嘛，我爸说，老子没去过广场，现在去过广场。我妈好解释。这里是哪里嘞？这里是哪里嘞？三环。具体点嘛。六里城。包浆桥。包浆桥。嗯。还没到包浆桥吧？这就是包浆桥，还没到包浆桥。我其实一点都不怕我妈。这个正是包浆桥。现在叫荣升路。哦。等你走荣升路了，走到他这个路是。才。那名字是才改的。那不是真的看不惯，你就接就是。没得的。就是，反正我也不耍朋友，弄成这发型。也不耍朋友，我也耍不耍朋友。还有头发管耍朋友啥事？还是管点事。妈呀，那哪来的？我也是说的，我也不耍朋友。那哪来的？我也不耍朋友，没啥事。分了。但是你要说耍朋友管头发，又分了。嗯。你不要讲究。你耍几个了？没有耍几个。觉得好像你们合着吗？合着分了嘛。他给你，你那个家里面幼稚就有点。但是他们家是你自己家吗？哎。我说是他们家是你自己家吗？他说合了，然后你说又分了嘛。哦。分分合合的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我觉得你这个可以，就是，哎，你们看那个节目没有？哪个节目？我爱记歌词。我爱记歌词。啊。看啊，那个思琪那个头型的。啊。就是。那种就，是不是？他的这么夸张，他是不是？跟你那个人，是不是在假发？我的天。不是。他不是假发。不，他那个剪的都还要夸，还要。我觉得他那头型有点好看。我也觉得好看。嗯。他死去的人都很好，我觉得他长得不好看，好看，他只是牙齿长得比较好。他牙齿多大？他牙齿有点闷呀，多大？而且我只喜欢他，我觉得多可爱。但是他人长得好多嘛，你人都欣赏，欣赏水平不同。不是，我觉得另外一个还好看些噻。那个王涵，王涵，不晓得王涵，你不是子涵？哦，林涵，不是林涵，林涵，那个还有女，还像女生些。他有点女人味些。那个就古灵精怪，我觉得。嗯。他纯粹真的是非主流了。我觉得他还好看。我就是喜欢他西瓜色，特别是那次他走那个，他走那个模特儿步，那次老子笑惨了。他走那个样子。要不那他走那个。那个女的才是好小哦，噶。那才是他们那边人都好小哦。不是啊，就是另外一个来唱歌的那个女的嘞。你看。不是的。就是他来，就是参加我们爱记歌词的，
参加那个节目，我觉得还是参加那个节目，他们那个参加的节目天天都在变。扎比我们另类了，对吧？我想让刘海要那样子剪的。你想那样剪就那样剪。还是分开嘛。好，这次给你打招呼。那就等着我回去给他看一看，把他吓死了。应该不得吧？我说你背哈，背好明显，你让我遮到这，我觉得气了有点吓人。不吓人了，我那个是剃光，你那个是剃了肾都有毒吗？不，但是你那个看不到，我都看得到嘞。我说真的，是这样子的。我在唱了。剪不动了。肯定这样子一刀剪下去有点爽噶。嗯。待会儿他我让你不要剪。来，那我也。让你爽一盘。也扒到水里。把那些追死了一阵。哎呀，我这边就原来以前这样的。就换个发型，真的人都不一样了，感觉。嗯，我感觉变好看了嘛，是。然后我回来变成老师了。成熟的，哎，我这趟做梦，我当幼儿园老师。是吧？嗯。明天第一天上小幼儿的课，给他下菜。哎，不想到当老师，没想到我们那个儿童，他说这家教师工资太低了，你说一下，老子给他们乱教了，这。这叫老师。现在教师工资不低噻。不，他要给那些做生意的同学那相比的。哦，当然了。做生意，他那样子教师是拿死工资做生意样那个，有风险噻。好。那个、好笑人，你说妈，工资太低了，那学生子给他们乱教，物价不等于一百。好吃的。你把那个物价我。今天你下来得不得把吓到我？可能肯定呀。像他们那种子思想比较保守的人。那你们同学吗？嗯。昨天那个叔叔回来父亲去看我，发说这还没剪呢，他说的父亲去。我们不是昨天说来噻，你们这边有的。不，他说的是拍起。婆起。叔叔婆起。你不要剪那个腿嘛。对。这多远呢？今天回去肯定是直播拿给周青看，然后再去发一点。我现在是进寝室嘞，先进来，去他们寝室嘞。我很犹豫，怎么办？先去下河回来，还是先去下海去？你现在回去是先进女生寝室还是男生寝室？男生寝室进不去。主要是进不去，这个是麻烦事了。对，不敢去。哎呀。好。
我借广州那边的款式吧。啊，我也得借款。嗯，不能接受，但是不能接受我自己的，我接受不了。接受接受，别个不能接受我。结婚啥都没听呢。我自己不敢接受，我老婆是那个那样子的。我有点嫩的头发，那件相比头发还嫩的头发肌肉。我老婆就是讲，其实光头是蛮安静，你看出去戴个假发，回寝室的假发又甩了好爽。只是人家不能接受，其实我还是能接受。嗯，只是是怕给人家吓到而已。还有就是，你看这个素的衣服，走出来人家一个化妆的来，个化妆的来，关键再把。你看我那个草原年华没完，我是就是戴假发三个，然后在厕所假发落了，把宿舍吓得安逸了，那个场景。你然后出去了，早上在吃饭都不用饭卡。咋个嘞？出去的时候人家都跑了，自己打。怎么自己三个玩去？就滑噻。是我是画面的，请三个饭吃吧。三个饭吃那是真的高吧？吃的不叫画圆。你是画圆的嘛？画圆就不能那样子。在弄上佛桌噻，你妈的，就是，一只手干佛桌，我们是变装的不？变装。人家说个多形噻，就得。我你说我画圆不是那光滑。除非晚上快要大比那大顶顶嘞，我多爬那子，总感觉像大背走。大背走。哪有哎？哪有？他那种。我觉得他声音还是好的嘛。对，他唱歌的，他唱那些歌嘞，我就。他唱的是他的那种治愈那种嘛，是吧？嗯，还有是那个他的歌嘞，唱梵文的歌嘞，就跟那唱歌有两样。大悲咒好听啊。啊，好是好听，但是听有点吓人。我吓人。你不懂那个是哀乐，你不晓得那个是哀乐，你说哎，这还可以，慢慢放，又放去。以前我不晓得这个。真的呀，他们就是第一次听到哀乐的时候，以前从来没听过的。哦，是，你是吐槽连快蒙住的。他觉得好好听啊。热天下来了，就是不晓得几年子过后，镜子会变成啥子颜色。镜子，你擦防晒霜。没噻，我从来不擦防晒霜。你不要出去晒噻。你晒不到啥太阳。我一般还是没出去晒。看得出来。我看出来了。有点白，你看人家晒的多高兴，他的白，他是白皙的，我比他们都还我以为还的，他是遗传的问题，天生丽质。我就今天一天出去跑半个，不晓得走哪去跑。你天生的皮肤就是这样子。我只要晒几分钟都要晒黑，然后要一个冬天才恢复得过来。我就晒了下午就脱成皮了。也好大的，真的，那天去，他皮都脱完了，晒过的地方都然后脱脸，然后脱背，然后脱手。嘿，你不穿衣服出去晒了，还脱背是？就是背脸，脸说清楚点儿。哈哈哈！太羞了。我不脱皮，只是被晒疼了。然后疼了之后，他都变。他说的话，感觉他们睡在床上都有太阳。证明那个房子的那个光线太好了，是光线好。那采光太好了，晚上都是透明的。好的，要不月亮都在照的。就没月亮嘛，我其实是。我回去的时候穿长衣回去吧，就看不到你出来后面吧。有个围巾嘛。要不干脆戴个头巾嘛，戴个帽子，戴个那个纱帽，然后把那个纱帽往后收。我就是的，把纱帽后面。哎，快算了，你越打，你那是越打扮越古怪，人家不看你的脸了，多看你的脸了。不是，穿一件那种是衬衣，花衬衣，然后再戴个那运动帽，笑死人了，走出去。那就是那种效果。哦，就接完了吧。嗯。吹完就 OK。哦，好快哦。还留还没剪噻。嗯，就是。
刘海修了就可以了。现在从发型觉得要行，齐刘海不好看，我觉得。就是有点显黑，显黑显，就是那个尖。哦。这个发型剪齐刘海就太损了。把它修成那种尖的刘海，这样子。这样子行。嗯，不要我，有点显得很猎奇。很猎奇啊！嗯、不对。丫丫，我没有猎奇，我剪一般的斜刘海就。就是一般的斜刘海噻。不要剪的。你不要对了，不要给他剪太对了。不要给我剪太了，别给他剪了。哈哈。你穿他就是头发刘海。其实就是剪成这样这种感觉不要对吗？不要剪成水一点。稍微修了一点。啊？不要剪成碎的，剪成齐的那种。嗯。你说是剪成哪种啊？就是不要剪成他那种啊。他就是那种。啊，我说。但是他就说他那种太短了。嗯。你说的是剪成哪种？快跟我形容一下。就是随便在这里给他正式修还是要的。哦，你说的是。嗯。因为我是把剪碎了，他多长嘛？他叫那个。就是。他上面飞长出来的就是长。哎，就是。就是这种就是长点儿，把下面剪短了，我感觉给它剪拔起来，就拔起来为止。他这个意思，他意思就是这样随便剪一下，就是说，它不是碎的，就是这样齐的剪过去。从来剪了没得？前面那个头发修了呀。哦，你说那种剪法就是你原来那种，嗯、没啥剪的、啊，没啥剪的，他这边还有点卷。嗯。有点点卷。我好难穿的。那你转嘛。我去转。它不能自动转。我扶不到转，我扶到给它推起。不然我弄一个遥控的。遥控的还可以调，还可以调频率了。我好想个哦，我好想夸着玻璃崩了这一块去了，我想。可以啊，你不要跑。把衣服要绷得好紧，背上。好，来过来过来。背上绷起来。昨天应该每天早上都要洗我头发。好，你那边走，走好。这样回去洗头多好洗啊！稍微洗头三分钟就洗完。洗头白到上头发是哪些？哇，好多点进去。啊，洗完了洗完了噻，洗完了再吹一下，赶紧拿去。你要是不洗一会儿就吹，你还以为是脱发呢。哇，脱得好严重。而且有缺血。肯定把头发剪了过，他洗头就不会再刮头发了吧？嗯，短嘛，他不拉扯嘛。嗯，我是觉得我自从在这儿到成都来过后，就要刮头发了。水土不服。就是。你头发就落只剩这个，以前要多洗。掉头发就是因为你们寝室太阳太大了。你头发软摸了都不扎手，他们头发硬的都要扎手。就是后面短的都要扎手。嗯，我都不扎手。原来我剪了都要扎手，我头发都比你硬些。嗯。这个话你把下去了，这个话你把下去了。下有啥的？下的时候你买个这个长点的。挺冷的。不是，它中间可以刮过，它有缺失的吗？嗯。刮过是。我底下好好放啊。
我觉得是。你回来吗？在剪头发。嗯。有点儿，但是打过了吗？嗯。我去。
发的那种。能飞起来。哦。因为啥子呢？那个加班加了，他起静电噻，那有他要，他还要费劲。你不要摸后头哈。嗯。前头可能前头都没有，没找到。哦。可以了。嗯。马上到你了。马上完。紧不紧张？不紧张，没感觉。你们两个都要戴眼镜儿？嗯。这是他的眼镜儿。不是，我就是没他大而已。但是我戴这个背好像。证明你度数已经长了。嗯。我觉得。那照片可以，就是这个照片照片就行，还是他。来。先站在那儿噻。啊，我的头一晃。好，先站在镜子那儿呗。他背拍拍了好长，好慌啊！哎，弄一个帽子在这儿，我的裤子。背都扎。不是，不是背。你不要了，要了太死板了，你夹。你这里还有点弯，有点往下。夹那儿看不死板。尖了，要啷们说的不？还要坐到？嗯，我这儿有点，我觉得这儿夹了四板很不好看，一般就是不用夹。它有点溜。好，那儿去。好的。三点吧。东侧啊，西侧啊，就稍微抬起一点，往上面点，嗯。那个东侧西侧就可以吗？你把我拍到哪？让它转哦。哎，好的。哥。那就可以了。好嘛，那又来吧。好，好吧，重新换一个。哎，这个红，算了，没得电。走哪边？